我是一名神算子。哇哇哇，这个地方不得了，马上就要进入风水九运，这是难得一见，最为旺相的御水位，将会使这一区的居民在未来20年蓬勃的发展。哇，这里竟然有避驾山，意味着能够培养出学习优秀的聪明孩子。哇，我血了，这个方向更加不得了，西北部军玉山，这座圆顶型的半山，象征着权力与权威，在商业和职场上有很大的帮助。元老，这不就是传说中东部的玉门山吗？风水经典中被称为具有财富累积的能量。这里，风水好的让我不敢相信，不得了，我要把这个好地方给买下来。这么好的风水地，你现在不买就没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